跳。啊、你行不行？啊，不行，我拖不行。来拖我。拖什么？绳子，绳子拉我过去。你把我裤子拉下来了。你把后背，小心后背，小心后背。李浩要不得他哟，李浩要不得他哟，李浩要不得他哟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快！哎呦，啊，好快！挺拼的。加油，加油！我过门，我过门，加油！不、哦，我感觉他们还挺快啊。正常，你要加油。关。加油加油！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什么？快点快点！加油！哦，好，解开解开解开！不解不解，这个是关键，这很难。这个只要稳就行。了解，一二三，走，一步 ，OK。一二三，两步、啊。你太高了。主要是他俩腿的长度不太一样。那你跟他俩还挺和谐。手。对，走。哇塞，凯哥，你跟凯哥是那个甜蜜的程度已经超越跟淼淼姐的跟感觉了。他们十指相扣，好甜。手拉手也不行。手挽着手。凯哥，你们比那对荧幕 CP 还甜。不能，你不能太中间，大哥。你不能太中间，走走这儿，别走这儿。我无所谓，我不疼。疼。一二三。啊！大跳。啊！你行不行？啊，不行。你们跳的时候喊个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可以，稳住稳住，一二三，稳住稳住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三，哎，还没过劲儿啊？你们俩要不然回横店吧。怎么样？去先去边上。来，两步跳出去嘛。一二三，哇，这个可以。好，一二三，走。你先往前动，你别着急。你行吗？行行行，没问题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这太费劲了，都没力气了。他这个腿太长。对，那个杠杆就有点费力。不要放弃啊！不要放弃。你刚才那腹肌对，敖日刚，你不八块腹肌吗？敖日刚，你那腹肌是假的，假的。屁股要过去，那你先过，我拖过去。来拖我。拖什么？绳子，绳子拉我过去。你把我裤子拉下来了。走，我后面你前面，我前面，好轻松啊！你别急呀、啊！坐。这怎么这么快？因为他们轻吧，我估计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赶上了，赶上了。三二一。这边，这边。三二一。很艰辛。二一。这个才是核心。
一，这个才是核心。二一，天哪，曹瑞鹏已经红温了，红温了。好，复活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耶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赶上了，赶上了。你可以吗，哥？我可以。爸，吃来。有点像在健身，他这个手还很专业，你看。哎，漂亮！吃来。这个拿不起来，别煮了，再煮没油了。OK。白露的脸像刚在火锅里烫过一样。白露，你是不是崩溃了？枕头总动员第一集。他们看起来像要打鬼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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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打要傻了。我们来帮你们，陈哥来了，跑！行，你们俩怎么完全防守不进攻啊？啊，咱们这个位置不是很好。恭喜恭喜。哎哎，泰山压顶。哇哇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大摆锤大摆锤。放大招了。哎呦妈，哎呦。陈哥不光打别人还打自己人。我急了谁都打。低头。我的天哪。完了，我的枕头，完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的天哪，你们真是牛大神，哎。懵了，我都。谁让你们放出来这种游戏的？来点公平性吧。好。来了。哎，别打脸啊！停止。呀！呀！不是，魏鹏哥啥风格呀？这是。我自我的麻将，你随便就怎么都倒不了，随便打。那我能怎么攻击？谁攻击？你攻击。哎呀哎呀，早了！是白鹿，他俩站的特稳。哎哎哎哎哎哎！我枕头都被抢了。哎呀，还抢！哎，咋了？扯我呀！救我了！哎呀，怎么？哎呦妈！哎呦我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慢点，慢点。这两个人啊，下手太狠了。第一组胜出的是范丞丞和孙艺洲队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干这行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了《跑男》这个节目。就是撕名牌呗。是的，我觉得很好玩。那个时候还在看电视。被你撞见了，今天撕名牌。是有那么多年了吧？是啊，是啊，十年了嘛。然后现在被我自己参与进来了。哎哎哎！快快结盟结盟！他们抓我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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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抓我！抓我们！不是不是我们不撕，我们不撕。我帮你们撕真缘。撕帮你们撕真缘，要不然真不撕真不撕。我们一会儿。对，我们也一样。可以啊。现在就只剩三组了。行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得。最好碰到雨琦姐他们。
那我找个地方躲着，你去再找找。也行。是谁？走。走。你把后背，小心后背，小心后背。你看跑鞋。救命啊！给个机会。没有，沙哥他们已经。能不能先把他们撕了？来吧。好吧，你俩结盟了是吧？来吧，梁二姐。啊啊！所以他们结盟了，算了吧，放弃挣扎。张真源，苗苗 out。张真源，苗苗 out。一对一，一对一吧，一对一表演赛。这样吧，他嘉宾，让他跟你撕。可以，可以，来，弟弟。来，来吧，进攻，小心啊，小心！哎呦，哎呦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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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，没抓住位。沙溢，如果是你，从此你就雄起了，雄起！三二一！你好，摇不得太哟！你好，摇不得太哟！你好，摇不得太哟！哎。马上就到了，还有200米。前面路口右转是吧？不了了。转不了了，这儿好像只能步行了。堵住了是吧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民主村食堂。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民主村食堂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手机拿上，手机拿上。拿上了，拿上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快快，我们要跑去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个广场找的姐，不是，不是，没有啊。来，三二一。你好，要不得太哟！你好，要不得太哟！你好，要不得太哟！线索人会出现。人呢？你们还不出来啊？快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凉凉，你是？你。凉凉，你是四方仙子，你们来选一把。扇子，你们来选一把。什么呀，阿姨？扇子，什么呀，阿姨？有人这不到了？哦，这哦，快快快快！露露他们，什么呀，阿姨？什么呀，阿姨？你好，摇不得太哟。在每个地点都会有四条线索，但是每个队伍在一个地点只能领取一条线索。雷哥，四号码，四号线索。哎，雷，走，拜拜。车上看，车上看。小心。刚子哥，哎，我们回来了。刚子哥，上，快看。好，拜拜。掉头吗？我先看一眼，马上。我先掉头。我们啥呀？选一把。选一把。四把你选吧。灭博览园，灭博物馆，999号一图。一度。
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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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回消息，已读但是不回，已读不回，有这种路吗？重庆工业博物馆，已读路，999号。